南岛语族的分布呢，大家可以看这张图，从台湾大概是南岛语族村分布最北的地方，最西呢到达整跨过整个印度洋到马拉加斯加，最东呢到达复活节岛，最南到达纽西兰。那新几内亚的北岸也有一些南岛语族的分布，但是基本上整个岛屿东南亚就是南岛语族分布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南岛语族呢，基本上呢是一群在体质上长相相当多样性的人群，可是呢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色，他们就是讲南岛语。那台湾的原住民呢，我们现在法定有16个原住民族，那长久以来人类学者语言学者都知道说他们讲的就是南岛语。那最早提出源自于台湾的概念是两个美国考古学者，他们认为呢南岛语族是一群 horticulturist， 是一群农夫，他们认为南岛语族起源地非常有可能是台湾，那这就是所谓的出台湾族的前身。那后来有一个澳洲的学者叫 Peter Bearwood， 他基本上靠的就是很多的考古陶片的出土、玉器的出土，还有一些语言学的证据。这个南岛语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它的起点就来从台湾出去，那这样的一个来自于台湾的一个假说就叫做出台湾说。这样的一个研究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是来自于语言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美国的历史语言学者叫 Robert Blast， 他也是尝试用一些语言学的方法去重建语言学的一个演变的历史。那他发现呢，全世界1200种南岛语当中大概可以分成9或10大类，其中的9大类是台湾的原住民讲的话。也就是说台湾的原住民虽然只有大概16个不同的原住民族，那人口也很少，可是呢他讲的语言是很多样的，而且是古老的。那其中第10大类呢，包含了整个全世界其他的南岛语以及台湾的雅美语，也是属于这类。那这个语言你可以看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从台湾出去的不断的语言的改变。那就是因为这个台湾的原住民讲的南岛语是多样以及古老的，所以呢 Robert Blast 就提出台湾为南岛语族原乡与祖居地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就跟刚才讲的出台湾说是一个相呼应的，就是将台湾变成是南岛语族一个祖居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假说的一个科学的证据。那同样的一个证据就是语言学，有学者就尝试用比较复杂的数学的模型，这是一个所谓的贝旋贝叶式的一个分析方法，尝试去建构语言的演化。他们很清楚的就是说台湾的语言就是古老的，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基本上就从台湾出去越来越相对来讲比较简化。所以就是从这些语言学的证据很显然我们看出来，就是台湾有最高以及最古老的南岛语的语言，为这个南岛语族出台湾说奠基了非常清楚的一个语言学的基础。可是呢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蛮有争议的领域，就很多人提出不同的证据哦。但如果是在南岛语族的迁徙是原乡的话，台湾到底对南岛语族的农业文化有没有什么贡献？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下才有办法去支持所谓南岛语族出台湾说。因为南岛语族出台湾说一个前提是南岛语族出台湾是一群农民的出台湾，所以说当我们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反而说构树好像蛮重要的，而且构树在太平洋很多地方都有出现，或许我们可以借由了解构树在太平洋迁徙的历史，提供南岛语族出台湾一个不同的一个面向，一个不同的证据。那它有什么优点呢？第一个，我们是有一个衣服的观点哦，衣服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因为食衣住行那不重要，就代表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不会被随便带来带去的。那第一个，构树是树一部的主要原料，广泛栽植到太平洋，它的原生地包含中国、台湾、中南半岛，涵盖不同南岛语族祖居地的假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可能有这些不同的地方。文献记载，太平洋构树由南岛语族以无性繁殖，太平洋地区没有构树的近缘物种，所以不会有什么杂交去混乱它的 DNA 的问题。那还有很多岛屿基本上已经没有树皮部文化了，所以它比较有可能保留古老的迁徙印记。这相较一下，面包树非常重要，其他什么芋头、香蕉非常重要，所以它不断的被带来带去。那最后呢，如果我们能够从构树的话，因为构树在太平洋是被栽种，那显然它是农夫，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南岛语族为农民迁徙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Jerry Diamond 他在2000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南岛语族是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最主要他的这篇文章的重点是，他说南岛这么好的一个文化从台湾出去是台湾给全世界最好的礼物。好，这是2000年发表在 Nature 杂志。